现行浓硫酸的制备方式多采用接触法，其过程如下：将硫在无氧化二钒的催化下氧化成三氧化硫气体，将三氧化硫气体融入甲物质后，可得焦硫酸。再于焦硫酸加入适量的水，即可得浓硫酸。依照道尔吞原子论判断，步骤二中的甲物质最有可能是下列何者？根据步骤二的焦硫酸以及三氧化硫气体这两物质相减去后，即可得到甲物质，其列式如下：将它去减掉三氧化硫后，即可得到硫酸，故答案为 A。